天的康熙来了很特别，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场合会这么特殊，是啊，就是我以为他们两个就是常常鬼混在一起啊，他们两个没有一起出现在电视上面过，没有，而且我等这一刻等好久哦。你一直知道这件事，他们两个从来没有一起出现在任何节目过，因为我的感觉跟你一样，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常看到他们俩在一起了，可是我后来我问了之后发现他们从来没有同台耶，他们竟然把上电视第一次送给康熙来了，对啊，真的是很难得，竟然做出这么有情有义的事，这家伙不是完全没有人性的吗？应该是完全没拿酬劳吧，他们。为什么？就是他们这辈子只能赚这一次的钱，还不拿酬劳？可是这怎么报啊？当然就开200,000什么这一类的。你觉得他们会这么无情无义吗？他们就是这种人。前面不是还说有情有义？当年跟分数一样快。哎，我们今天男主角是陈建州先生。我真的得让你隆重的坐在那边，因为你愿意把你跟他的第一次献给我们，我们真的就好感谢。我们欢迎奶奶出来。为什么要这样？真情指数。黑人跟他的奶奶的故事，而且还报奶奶还报200,000，要逼死我！观众会不会翻脸砸电视？哎，你们两个真的为什么要保持？连你们两个自己以前主持的节目都互相不去吗？可能就是录 VCR， 然后也不会同刻意同台。可是记者都知道这件事吗？因为记者不是也常常拍到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画面什么的？哦，对啊，就是私生活啊，私底下那种有些场合，有些公益场合就比较有机会。所以你们两个为什么那么介意不要一起出现在同一个节目？是不是范范很机车？不是，他们公司比较比较保。保护明星，好讲。因为范范是歌手，他可能会觉得说黑人出现，大家会忘记他是歌手的事情，还是很扫兴，就不想要再捧范范的。不是啊，就十年当中，因为公司他们有公司的那种包装。十年了，你等了十年，十年了，为什么这么久？因为十年前就在这过程当中。感觉公司还是必须要维护他作为一个美人。我懂了，因为他们两个这次可以上康熙，是因为这是范范跟他们公司最后一张专辑。不是，真的吗？你管不了老娘啊！这最后一张，你不觉得范玮琪现在在门背后很着急要解释？他们今天公司来不少人，不要这样。不是，这在单身前的最后一张，我们要一起迎接下一步。我要哭了，好感人哦！你真的会。会吗？哎，你有一点泪水啊？为什么？你平常都没血没泪的，真的。因为你知道，想到他们两个，他们已经在一起有10年吗？10年，然后刚讲过了，要迈入10年这样，去点银杏。然后我途中真的有几度觉得他们应该会走不下去，哎，真的。所以你没有想到他们会撑到今天？因为比如说走到好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女生的心情就是想说，怎么现在还不跟我求婚？是，可是因为男生都不求，女生实在是无法开口。是啊，所以范范的心情就变成是，反正我也没有要嫁给你。可是其实他心里明明就是要嫁给黑人，就盯在那边。对，所以我们就参与了他很多复杂的心情。一年多前，她和她老公在电话的那一端一直问说：“你真的爱范范吗？”你知道，还会用揶揄的那种口吻。因为就明明可以求婚了，她一直死不求，就觉得很过分。有玄机，我们还是期待会有一些变化。什么禽兽？我们如果一直聊说他们俩要同台，他们俩要同台，就都没有办法讲。最后5分钟，聊了45分钟有没有？我刚刚在录影前，我有问他说：“你们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聊？”他说：“当然不是啊。”我说：“那什么事不能聊？”然后他又讲了一件事。然后你俩会聊这件事？专门聊。等下半小时都在聊性事啊！我觉得他已经不要出来了。你逼他讲一些 dirty word， 刺激。我知道他的死穴了，他很怕聊太亲密的事情。那就不要啊，好好对新娘啦，我真的。好啦，我们好不容易把人家请来了。可是我有跟最近有跟他聊一个比较偏向那方面的事。哦，哇，真的假的？为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你要趁他在门背后就讲吗？不好吧？没有，因为我们有做好一个约定，就是希望我还有他还有大 S， 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受孕，跟同一个人。你很 dirty。书念哪里去了 ？Dirty Bug，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约在一起的？那你说跟谁？黑人还是徐雅俊还是汪小菲？他们两个体能可能没有我好。就是我们三姐妹，好好一
个浪漫的一集被你搞成这样。没有，我要讲的故事是感人的，是我们三个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怀孕，对，然后一起坐月子什么，这些很甜蜜。因为我经历过了，可是大 S 跟范范都还没有，我希望我可以跟他们俩一起参与这个，你知道，又想哭，情绪好复杂。所以你其实就是觉得这个是姐妹情深的一种方法，对不对？那范晓萱也要加入吗？算了啦，感情那么不稳定，他男友那么坏，而且他的孩子一出生就有刺青。你们要不要让人家出来？已经二十分钟了。我现在该怎么称呼他？是未婚妻吗？算了，因为我们五月。你跟他介绍的时候是说这是我未婚妻吗？有时候就是。会说还是说女朋友，就会一时改口不了，未婚妻很尴尬的感觉。你称呼过她是，你平常是叫她老婆吗？没有啊，你叫她范范。丁丁，疯丁嘛。疯丁了，疯丁。因为她叫英文名字叫 Christine， 然后她有时候蛮疯的，所以就叫疯丁。那她叫你什么？打鼻。很脏哎。很大的 baby 啊，想到哪去？读书人真的是看什么黄色书刊呢？不行，我要把他拉回来，就是范范，然后目前还没有结婚嘛，对，所以就是深情的歌手，然后大美女，这样可以吗？可以，因为还是着重他个人的部分。他现在还跟十年前一样漂亮吗？比十年前还漂亮。哪方面你感觉？可能是发型吧。我说什么？我要帮你做浪漫，你们讲的什么东西？讲真的啊，黑人发型哦，发型。你有觉得你对他的爱是慢慢越来越浓吗？每一天都在加温。加温这种话，你讲的？你说你要我浪漫，又在那亏我，你又不能讲这种话吗？有啦，那天在微博上呢，范范就拍了一张，好像是为了 MV。拍了一张穿着类似婚纱的衣服的，然后他就是个很 model 的身材，他很会摆，他就摆了一个那种蹲在地上，你知道穿婚纱蹲在地上其实不会很好看的，对，他就真的摆了一个穿婚纱蹲在角落，结果黑人就回说这是我的吗？就很，哦，真的，因为那是梦想啊，以前小时候就会想说未来的妻子洋娃娃是你的，对，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当然会。以前就会想啊，就想说哦，看那个影集都那么漂亮的女生，对，会不会有这么漂亮的老婆这样？所以范范在你眼中是漂亮的女生，哇，非常，她真的很漂亮、啊。那林志玲呢？也不错。白痴！我刚刚要请她进来，我打死。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搭回来。节目一直没办法顺利进行。她就很漂亮、啊，很酸的后面站着。好了，让我们郑重欢迎新娘子范玮琪上。欢迎范范，欢迎范范。啊，完了，会唱歌。新娘子，哎呦，可用歌。恭喜你，亲爱的，脸要在这边，你脸要在这边。哦，脸要在这边，这样照相镜头才会拍到你。哎呦，你现在还在？哎呦，什么了？你相信呀？你要不要沈阳？我来之前一直想说不行，我好两三年没三年没来康熙，不重要，然后就尽量不要像大婶。当然重点是这是你跟陈建州第一次在节目中出现的，可是你已经确定他就会是你先生啊，对不对？你从是求婚那一刹那才开始确认的？求婚那一刹那还没确认，是订婚的时候。就真的有白纸黑字的时候吗？订婚就是有什么妈妈都出现啊，奶奶有蛋糕。为什么求婚的时候还不确认？我们求婚差点出，就是求婚很突然嘛，状况哦，对啊，差点就是经历那个生死关头，差点连命都没了，就没想到那个结不结婚的问题。求婚不就是在球场，哪有什么生死关头？他为什么会求婚？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在为了去球场，然后那个。翻车啊，下大雪，然后车子在那个大发，对，你知道多恐怖吗？他是我们去就求婚前的大概，反正那个礼拜我一般的人去纽约，我跟你去过，纽约行不是都是就是 shopping 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很时尚啊，逛逛 gallery 啊什么，看看当地设计师小店。对，可是我跟黑人去的行程就是 NBA NBA NBA， 然后 Nike Town Nike Town， 然后 NBA NBA， 热狗 ，Pizza， 对，然后健怡可乐，对，你真的很以夫为贵，你完全都听他的吗？
因为我知道 NBA 对他来讲真的很重要。反正我们去年去的时候，他是全美国100年来最大的暴风雪。天哪！然后就是开到一半的时候，路上一台车子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子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是要从那个纽约开到那个。你笑什么？我说你想得很近，一个子都没有，一个蚂蚁都没出来算了。你让他讲，好了，让我讲，口才比你好很多。没有，组织能力很好，反正我没人，没有一个人，没人。然后就过那个 tunnel 的时候，那个 driver 一直说 danger danger danger， 然后那个印度 driver， 对对，然后那个雪，因为你雪只要一刚下的时候是最滑最恐怖的时候，它是 flakes， 就是很薄，然后就车轮没有项链，对，完全没有，因为不知道会突然下那么大雪，结果那个就在一个桥上，我们就这样车子就这样转转转转转转，转了大概4-5圈，原来是雷蒙斯会转啊。就是已经后轮，那你们里面在里面干嘛？我就在里面干嘛？我们两个喝酒吗？没有，真的吓死我了，吓死我！你有尖叫吗？有啊，我说大明，我们要死在这里，我们怎么死在纽约，死在 Jersey， 都是你说要看什么场景？看还可以那么多 conversation 吗？你尖叫的时候中气这么足吗？对，你是拿出专业的声音来喊的，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我那个人生都是有一些画面回顾，对，都这样浮掠在眼前。我今天就是会死在 Jersey。那他后来怎么停下来？他当时怎么安慰你？就是很慢，因为车损，而且只要有一台车。他在尖叫的时候，你没有。我没有，就这样护着他这样啊。有一只说什么不要怕，我在旁边什么这种。没有，我们不叫，那前面司机叫的比我们还大声。等着，一边转一边等着。对啊，一边等着。他为什么不控制车？那完全是没有办法控制。应该说driving。黑人电话传情意，终于虏获范范的心。我过完年从美国回来之后，我的手机一打开，里面大概有40通简讯。哎呦，就是他打的，喂，你好，然后就挂掉。然后第二通可能是，喂，你好，我是黑人，挂掉。喂，你好，干嘛挂掉啊？我不知道他自己静一静。他到第40通的时候，已经讲到什么事？就是什么？我是陈建州。就是我是陈建州，然后我是什么客家人？真的假的？我是客家人。你也觉得要死是不是？因为那个速度蛮快的嘛，那最后他停下来是因为靠。撞到旁边护栏，减低那个速度，这么危险，很危险。如果因为后面如果有那种大货车或者拦腰撞上，只要有一台车，我们就那停下的时候，你有大翻脸骂他，说为什么这种天气还要出门什么这种吗？没有，我整个脸都吓都白掉，差点尿在裤子上，其实应该有滴了1-2滴吧。不是，然后嘞，就停下来之后，你们俩要，我们两个就安静，然后就。刚好就是到了那个球场门口，然后一路转到球场，因为刚好就是下交，是好莱坞派来的，可以把你们一路转到球场门口。刚好就是还差一点点，然后就发现灯是亮了，真的那球赛还真的是有人在看球，有人在看球。你才刚经历生死关头，然后进去看球赛，那个买爆米花跟热狗， oh. 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其实不然你要怎么办？难道到门口就说啊，我们刚才经历生死关头，我们不要去了吗？对啊，也是啦，可是就是情绪上面还在。那你站在你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抱怨过黑人一句说你看看你害我们这么危险什么这种。也没有了，当时就想说活着真好。没有，可是重点是在中场的时候，因为我居然哦，我这个我不知道神经怎么会大条成这样，我已经吓成这样子，我在中场的时候还睡着，在第一排。尖叫时候耗费太多精力，他那个是 jet lag， 然后刚好是第一天去嘛，然后我们坐的第一排旁边都大概都是那种犹太很有钱的，或华尔街很有钱的那种，然后。2000块美金一张票，他睡觉就很不低调，然后因为是在球场边，他把脚伸很直，然后裁判过去还是这样在笑，然后那是易建联给我们的票，易建联跑步之后他投进，他会自然而然会看我们这边有没有看他，又帮他加油，他看的时候怎么在睡觉，然后旁边有一个犹太富商就讲说，跪对着我看，然后再看他，然后再看他 ticket。She must be very tired. 2000
他直接这样，这样直接夸张哎！那些行程很满哎，差点死，然后又睡着，然后又被求婚吗？隔两天，就是因为你本来是要打算当天就求婚吗？没有没有，当天也没有这样想法。我们先到纽泽西，然后再去 DC 看他弟弟。所以你整个行程中虽然被他形容为是 NBA， 可是你心里面一直都有挂着这件求婚的事。我的意思是说，要不是因为我们快死掉。他说不定不会吗？应该不会，真的不可能，真的突发的，因为这个状况而。我觉得，可是他钻戒早就准备好了。没有啊，我们到他，我以为他去逛 Nike Town 的时候他去买的啊。所以你他是临时，你是临时的吗？就等于是我们的行程。你说如果没有 Danger， 你到现在还没有求婚吗？就可能那个动力会少一点。真的假的？是一个伊朗司机帮你们完成求婚这件事情？不是，要感谢他，要找他。哎，我以为你请他来婚礼啊！啊，真的。我以为你在台湾计划很久，然后还瞒着我跟大 S 哎。没有，我就跟你解释，就是当天的前一天我才买的钻戒。本来是打算要怎么处置你跟范范，就一直不结吗？处置，有啊，其实有在想说。因为我自己有拍纪录片，有一些人帮我记录这一些嘛，然后想要把它带回本来的桥段，我自己想的桥，我也没跟他讲，把它带回我第一次跟他碰面在碧潭那边，然后把他推下去，是，想很久，因为碧潭不是碧潭桥，第一次碰面在碧潭，对啊，我们他约我总共约两次，陌生的状况，就是他跟我。他请 Jason 跟我要了电话号码之后，他约我出去。他请 Jason 跟你要电话号码？对，还有钱。为什么不自己要？比较紧张，含蓄一点。你这么豪爽的人，竟然叫别人帮你要电话号码？那就还是要含蓄一点的，这因为很认真的想要对待这一次嘛。你当时怎么跟 Jason 讲的？因为自己兄弟就说，等一下，你要还原哦，不然我们会去问 Jason。我就说。这个女孩，你不要再毁了，陈建州，我说这就是很正，然后我想要，你看帮我要点，但没有说想要，没有脏话，没有那种，你是帮我歪的，帮我瞧一下，是不是？就是弄一下电话什么什么这一类的，可不可以就帮我要一下电话这样子？他没有调侃说，哎呦又要来什么？没有，他追我朋友，什么意思？我怎么都是。陈建州本来追的是你朋友，不是 Jason 追我朋友。哎、oh, okay. ，他刚结婚，你不要这样子。可是我们第一次约会，那你要电话 Jason 出马就要到了吗？哎，对。你当时是什么身份？我歌手啊，第一张唱片。他不是应该给你一点？因为也不懂，而且我跟你讲，我从小到大因为男人缘也很差，就居然世界上会有人跟我要电话，我觉得、哦、你男人缘很差。哎，他黑人之前只交过一个男朋友，哎，他很漂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个性不是女人味的，他个性不和善，是不是？他身上没有女性荷尔蒙。那是。最近是靠注射。真的吗？因为有些女生会散发一种你知道，就是吸引。放电。他不是这一型的。而且他拍很美的照片，然后给小 S 看，他第一眼看之后，哇，好像张震哦。帅哥、啊。节目就像张震，因为他第一次约我去干嘛？去刺青哎。哦。看他刺吗？他就说我要去刺青，不晓得你想不想去看。他第一次约我是约我去刺青。你约人家去看你被刺青？然后我当然就说不要啊，谁要看刺青？当然你要嘛就看电影，为什么要看刺青？对啊，我说看电影。对啊，刺一整部阿凡达。很奇怪，有没有这什么乱约？然后当时我也觉得这个人好特别，怎么会约我去刺青？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觉得他有一点可爱了，对不对？一点点，可是这时候他已经要到你电话了，已经要到电话了。所以当时 Jason 替他要，你就说好就给了。对啊，我想说，就是难得演艺圈刚入，还有人要跟我做朋友，赶快给哦。所以后来就他要到电话以后，马上就约了吗？还是等了很久？他马上就约去刺青啊！我说不要，以后中间就隔了我去美国整个过年一大段，然后我过完年从美国回来之后，我的手机一打开，里面大概有40通简讯。哎呦，就是他打的，比如留言还简讯，留言就是喂你好，然后就挂掉，然后第二通可能是喂你好，我是黑人，挂掉。喂你好，干嘛挂掉啊？我不知道他循序渐进。是没有想好要讲什么吗？就也紧张，是不是？紧张了。你第一次在别人手机里这样留言，是不是？对啊，你要一个篮球员
弄流一流。那请问到第四十通的时候，已经是讲到什么程度了？我是陈建州，对，我是陈建州，然后我是什么客家人？真的假的？客家人，我是客家人。我还有什么？很多，就是你愿意的当客家媳妇吗？对对对，没有没有，你愿意什么跟我做个朋友吗？然后就又挂掉，挂掉。再下一通又接到上一通的，我还是刚刚那个黑人陈建州，然后什么什么。他就是铁了心的要用留言把他的故事讲完就对了。对对对 对, 对。那你就一个人在旁边一直听，从第一通听到四十几通。我就有把他听完，因为我觉得实在太他就好闲哦，这个人。那你是一边听一边笑吗？有几个真的有笑场，然后中间都没有别人的简讯进来吗？也没有，你都没有别人朋友啊，只有陈建州一个人啊。因为别人都会有，那时候我还有美国手机啊，有事会打公司，对啊。那你当时就很认真呢，蛮认真。怎么可能？有一次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然后他来机场接我。就是说他要来接我，就他就带你姐啊，你姐坐后面，你姐说要观察看我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也太尴尬了吧，带我姐，你疯了吗？你带大孩子去观察别人，他想要介绍你姐跟我做朋友。没有，其实我一直这件事，我也虽然是范范的好姐妹，跟是我姐的亲妹妹，可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关系，范范真的 EQ 很高。哎呦，我觉得来接机就后面坐了一个女的来审查你。对，这事儿不好。而且你就是也感受到他是要来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我觉得他不会给我感觉是好像来审。我研究一下座位好了，就是那上车后是你跟他两个在前座，然后大家小姐在后座吗？他在最后面有。你不知道后面有人？我不知道后面有人，有乘客一样吗？怎么都跑出来？过一阵子他才说啊我。他说我要想要介绍我的好朋友给你认识，他怎么会好朋友？你姐在后座没有发觉。然后七人才说你好，我是大 S。天哪，你不吓到？还好不会吓到，我当时觉得好漂亮的女生，然后怎么？那是你跟大 S 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她从后座默默冒出来。对，我姐，对，我姐本来行为就是蛮鬼祟的，对。可是你那时候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你不觉得干嘛一个女生躲在后座？就会觉得说，哦，他有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你也没有怀疑说这是他前女友来找我们麻烦？没有，没有，我想说，可以跟前女友还可以有这么好关系的，应该我不知道啦，我没有想到，当时还没想到是前女友。这个，那你什么时候才知道的？什么黑人跟你讲的？后来他才跟我讲。你真的很惹祸哎，你也太离奇了吧！这一下都湿了，不是啊？就既然都要上了，就坦诚实讲嘛，哈。你当时没有想到他会怀疑这个女的跟你关系匪浅？你干嘛突然变双眼？干嘛眼皮摇下去啊？我也没有，就是因为觉得来康熙想要整别人，就自己被整的很惨，对吗？不是因为黑人这件事，我也一直埋在心里一个很大的问号，哎。你怎么可以？因为他们两姐妹，包括他，你找他去不是比较好吗？因为他看事情有时候太诙谐了。不正经，不正经，我知道。不是，可是你想看他，如果是带前女友去看他现任女友，那就代表他很在乎前女友的想法。这件事是不是会让现任女友比较有点吃醋？我跟你讲，不管怎样都不应该让前女友参加两人的聚会啊，这什么东西？可是重点是我们还变成好姐妹，对，所以刚刚有问题的其实是范范。小 S 范范联手出击，黑人却扑通不痒。他有赏过你巴掌吗？我好了才。你有耳朵也是没有。还怪。你要逃恨。陈建州，我回家了。揍他，最用力。这是什么游戏？画面啊！你可以把耳朵顶住吗？就是不让他靠近那种气他的。你说。你知道就是那种要打的。他在手哎。何时才跟范范坦诚说你跟我姐之前曾经也是好朋友？对，我是顺着那个报章杂志挤牙膏，有没有？一点透露一点，我在没有。对了，好了，那是我。那你当时也介意吗？没有，一点都没有。这报章杂志这样出现以后，你有生气说啊？原来你们两个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在人生就是有一些别的比较重要的事情， okay, 就没有再在意这个。这个没有那么好在意，我懂。对啊，所以而且后来我们就立刻变成朋友，嗯，而且就后来我就去上他跟他姐姐主持的节目，然后他们两个就好朋友了。对，其实很快就我们觉得很奇妙。所以我方便请教一下，那次他埋伏在后座之后的观察报告是可以交往，所以他有跟你确认说这是一个好女孩，你可以交往，是这个意思是？那从后面你从背后看比较清楚。然后就往后的日子，这些人头型很好。往后的日子也很感谢嘛。天秤座那么正的人，我们希望他交一个是真的很好的。哎呦，人格很正，就他没有那些邪念什么的。没有，他没有邪念。但是跟交我觉得不对劲，不会害人，可是纯真的人。对对。我以前也交往的朋友也很好，不要这样，人家你是收视率很高。我也参加过他的一些公开活动，记者都会问啊，就是什么时候然后呢，他每次被问了，难道都是很心甘情愿的被问吗？还是没有？因为女生的角色总是尴尬的，因为记者问了他之后，他回去他也不好意思问黑人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娶我啊？因为怎么可能女生？可是报纸都会见报不是吗？所以那就变成是他们之间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不碰，因为男生又没有要求婚，你女生自己讲不就很怪？他都没有，就报纸登出来他都没有反应啊。没有，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后来才生气，一直说你是不是根本不爱范范？你在那当时你的计划是什么？就看到报纸登出来，就还没准备好什么事情？就求婚这件，钱也是一个。你希望存到一定的钱是不是？也不是啊，就也希望自己稳定一点的那种心情，还有你是说你的心态稳定吗？各方面，就是工作啊，上轨道、啊。十年当中，另外有对几个人产生过感觉？没有啊，没有。没有啊，你说幻想吗？还是就是对啊，汪汪汪吧。一开始是王力宏，一开始王力宏，王力宏转到汪汪，那算是幅度很广哎。现在是高，他年纪也大啦。没有，就认定会是他了。怎么？问题是他可能不守不住那么久啊，他可能被追走啊。对，后来就是有在自己想这个问题。这么没行情啊？对，十年都没有别人追你吗？完全没有哎，我就跟你讲，他没有奇不奇怪，而且我从小到大都是女生朋友好多，然后男生朋友是很少。这是一个枯木逢春的故事啊！这也太惨了吧！哎，可是范范，十年当中你真的有生气吧？形容很好。七年有哦，第七年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一定是跟这个人？对啊，然后。好像也就这样了，因为歌手生活还是会接触到一些有才华的音乐人啊，什么制作人啊，什么乐师，这些不是碰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也蛮有魅力的，什么之类的。我会怎么讲，很崇拜别人，很欣赏别人的好，可是感情这方面我始终就是会很理性，哎，就是我始终没有办法就是走出那个哇，解放了这样。那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跟他的日子无聊了？就是七八年的时候有一点点，你有看他的脸和他的身体觉得好腻哦。身体有一次我跟你讲，虽然讲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我反正就是我们去吃饭，然后他又是很爱干净啊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他吃饭的时候都要把他的那个 T 恤什么脱掉，就铺在旁边，这叫做爱干净。所以裸上身吗？喷到溅到，因为白 T 恤溅到牛肉面，裸上身气没有，他就穿那个吊嘎，穿那个白背心，所以他就是你知道他又很黑，然后他就这样吃，然后就这样那个汗哦，我们两个一人点一碗嘛，然后他那个汗就是从头皮就像你做汗珠这样渗出来，然后这边就这样全部都这样滑到嘴角，一滴一滴的。然后他吃完之后就打了好几个大嗝，之后又拿那个牙签这样，然后在那边左右弄那个汤样。然后我当时那个面呢，我就都吃不下去，我就这样吞下去，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跟你分手，好恶心！我要跟你讲，有一时怒的恶笑胆边生。这个人我确定我要就是未来可能50年都要跟他撕手在一起。对啊，提醒他说，哎，你这样我很受不了。有这种东西有讲吗？那你怎么回答？有翻脸吗？没有，我因为我说，因为碰到那种美食就是已经忘我。
然后下次改进。从来没有范范跟你讲什么，然后你嫌烦，说哎、欸，你有完没完什么之类的。有吧，常常好不好？常常吗？常常。什么事情他会说有完没完？什么事情我？就是他很喜欢跟我老公做同一件事情，是吗？就是他们会自己在床上看电视，然后我想说那就去做自己的事，然后你只要一转身去忙，他就说快点快看快快看，然后我就说我说怎样怎样什么，他说快快看，没错，然后怎么样，然后一过去他说啊你过了啦，然后我说看什么呢？就是他说刚刚有一台车怎么样，他是会逼我看他的节目。每一天他本人的节目，他本人的节目，每一天他说：“爹，你快点过来看。”我本人节目怎么看啊？而且他都用 TiVo 录下来哦，就是我就好，我有看过。他说：“爹，你自己看这一段，倒带回去给我 repeat 他讲的那个笑话。”他说：“好不好笑？是不是？就好不好笑？”这样，我只想做试掉，好不好笑呢？好不好笑？很多笑点都是你已经听了十年了，当然就笑度没有那么高啦。黑人范范订婚邀请 Andy， 小 S 气到离场啦。那天你没去？没有，我是在家。对，只有安迪哥吗？哦 ，Andy 哥那天对，刚好有人。是他安排的，我哪是我啊？我也是，我小时候完全不会邀朋友，只邀亲人啊。对，都是亲人。那 Andy 哥，你哥，你来。在微博上，你们两个有时候互相吐槽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啊！就比方说他说什么 iPad 被你拿去玩什么这种，然后你说屁的，这都是你在玩，这种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全部都真的。他常常会指控你一些你根本没做的事情。他。都是真的才会写在上面，比如说我弄那个狗屎不是写他那个就是真的啊，我气死了，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没必要跟大家你知道 share。 Chief 大便很，因为拉布拉多他排泄物就很大，大出来以后他每次都也没有机会清啊，因为他觉得哦那个很大，哪有都有清好不好。然后我就叫他去拿那个选举传单的候选人那个传单 DM 拿去包，然后他就包一包，然后他就想吓我了，因为每次都是他吓我，你知道吗？说对不起，他就想要以为拿这个拥枪自重，你知道？说对不起，然后说哎呦，我就最不喜欢人家威胁我，说哎，打手犯规，然后绑那个他手就没握好，然后就飘在空中，他沾到他毛衣这样，差一点，然后他这样看了，好干净哦。然后就有点沾到袍子这样子，你是大哭气死我，有哭吗？有点沾到那个袍衣，气到这边都，然后视线都模，没有，他就一个人就开始走回家。旁边老人全部都在看吗？好丢脸，你好丢脸哦！我也觉得我那次怎么了？我后悔死了。没有，所以不能乱整他，整他要非常周密，要跟你配合或跟你配合， okay. 不能是我这样单独吃亏的，整不了的，整不到，真的气死人。所以七年的时候，只是心中微微想一下就算了，就有时候会是一种无路可去的感觉。好像也是啊，要去哪？因为范范，你们没有闹过分手，对不对？对，你是看准了他没有地方去，是不是？也不是，我想说。也没有什么竞争者会比我优的。十年来从来没有耳闻过说，哎，有人对范范有兴趣啊，什么这种。好像没有。那你有，你应该会自己检查一下，说我是不是选错人？为什么有一个大家毫不动心的人吗？我后来才知道国中是变性了。你干嘛讲这个啦？陈建州，可是黑人讲真的，你有没有曾经跟范范抱怨说，你为什么不再女性化一点？就希望他。多穿一点性感的，你有试过买性感衣服给他吗？有有啊，小洋装吗？他买丁字裤。你讲这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穿哦，不是那种，好可怕。你讲这个，那是他自己要穿的。他买丁字裤，也有可能是他自己要穿的。对啊，买，而且他每次他拿回来就说什么？他说：“丁丁，送你。”就什么什么啊，然后拿出来就是。你知道很窄的，对啊，怎么穿啊？我没穿过，你有试一下吗？没有，因为他不穿高跟鞋，因为他觉得他个太高，没跟他们在一起。对，然后我就有时候会买高跟鞋给他。对对对对，你买过？我买过，结果他还不穿，他不穿。女生不是应该为了甜蜜也应该示范穿一下吗？我就不知道，然后
就希望他不穿出去外面，穿在家给我看看。你这样子伤男朋友心。对，偶尔其实还是要配合一下哎。就起码装甜蜜啊，说哇，然后就穿一下吧。有几晚我差点捶墙。花那么多钱，你以为他会上道一点，会穿一下是不是？那就买了都买，不穿也。对，浪费啊！你希望他偶尔耍性感之类的，就突然间有一天，我们从来没性感过，没有，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你有义务要对男友放放电啊什么的。不是因为没有，不是要闹他，而是说真的是这个人是你的老公，你想想看你未来50年，就是人生只有他哎，所以你不搞点小花招怎么熬啊？真的好难熬。你说到80岁还叫他穿丁字裤出来啊？没有问题啊。不是，也是要提起进来，想说，哎呀，因为就只能。你在跟我前天说你80岁的时候有艳福啊？他会出什么招？他会比如说我洗澡嘛，我在洗澡，然后我都会放那个睡衣在外面，我的睡衣都是小花啊，然后是一些就是你知道正常的宽松，对，然后当然就是阿妈内裤什么，然后我就洗完澡出来要。穿睡衣的时候就发现睡衣不见了，换成一个超级丁字裤加一双高跟鞋放在那里，这很浪漫呐、啊，就应该穿睡衣、啊。可是我刚洗完澡，我要睡觉，我穿这干嘛呀？我你想这个干嘛、啊？还没有要睡觉啊，还要调情啊？没有，就是要。对，那就很好，一个现成的心。哎，他很用心哎。可是我当时有校长，因为当时应该有摄影机藏在某处拍吧，纪录片。没有，那没有蟑螂。然后你就完全不加入？没，当然不要啊！我不要穿那种东西。那你洗澡的时候他会进来闹你？当然不会啊！不可以？怎么可以？为什么不？不行了，因为空间的角落都会冷，有人冲不到热水，连喷头。你有试过吗？吓他？没有，没有了，这。我们很单纯的了，讲到都是虚构的了。他开始害怕了，没有吓过他，所以现在这还是禁忌话题，是不是？太过了也不好了，没有太过，现在才到裸露而已啊，还早着呢，离开吧，把那个讲出来。我很推崇你，你干嘛跟我比嘴型？我很推崇你做高跟鞋这个生意啊，鼓励他。对啊，他刚就看我，他就说不送你，因为你都不穿。我其实可以穿的，我拍照可以穿啊。No， 他们你要穿给黑人看，真的，真的吗？奉劝我，就是你听我。Love me， 对，这双好几个观众买了是。婚礼要穿的真的啦，因为我也是已婚妇人。他在康熙也会被 S 开一下玩笑，说他不够辣什么的。那些时候，或者你身边的兄弟们不会讲说，哎，这妹没有很辣什么这些话吗？对，就他辣的那一面我知道就可以。哪里在哪里？偶尔牛肉面。到底辣在哪？时刻哎，真的，连你都没看过，我没有看過。有吗？有。什么是就有？还是被大便沾到然后哭那个？没错，有可能他是变态。其实每天我都想要挑战他那种让他辣起来、抓狂的边缘的那种 moment。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辣的。我觉得很爽，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他有赏过你巴掌吗？哦、all the time。巴掌没有吧？有吗？那天前几天你才扭我耳朵，扭耳朵一定要来过来，你来嘛，第一次出现在康熙他要表演扭耳朵啊，什么情况下扭耳朵啊？就我在开车，没有看过你扭他耳朵哎，爸爸快点叫，怎么扭他都不会痛的，你是做了什么事让他扭耳朵？没有，我就开车，开一开，然后我突然说哦，他那天很累，然后回我的公司说啊，我要跟人家谈一下10分钟就好，对，没有，他就说哎。他说你不要回转，我要回家，很休息，要很累。嗯、然后我就已经要开始回转，你回转干嘛？他直接溜，我还没回转，给你扭这样。我都觉得我可以控制那台车，知道吗？他扭了，我在回转。他扭是真的下手吗？很。你要看，我要看。应该也很。你要用平常真正的力道哦。陈建做过回转了。他真的会用力吗？你怎么下得了手呢？因为他不会痛，他这个人就是你不让他就是真的还是有一点，可是我感到痛，我知道。你有试过捶他任何部位，他都不痛吗？都不痛。我们有殴打他，对啊，揍他最用力。
这是什么游戏？真的，因为他以前都会到我们家说打我，然后就硬，然后我们就一直这样殴打，然后不痛了。范范试着披着，不行啊，这个累死。训练之后你是在爽对不对？他扭你耳朵。哎，可是他对我是，我们是精神的虐待，我们只是给他皮肉伤。他扭你，你可以把他抓住，把他，比方勒到呼吸不过来什么这种啊。这样不行，然后就会跟他们说嘴，说我家暴之类的。那要怎样？你可以把他耳头顶住吗？就是不让他靠近那种，气他的。你说，你知道就是那种要打的。他那手很，那手很，技巧超好，打得到。打不到，然后你都挨你。手很长哎，对啊，因为他这样扭，我就会想说啊，我不用暴力逃回来，我就用别的方式。什么什么？就强吻啊，蛇啊。你好厉害，节奏不错，节奏不错。那在气啊？哦，气也气。到底要下几遍？你是谁啊？伟忠哥。你在这里？我很重要啊！哎，不是，就好像我的女儿。哈利波特？不是啊，我是你爸爸。好。我是你爸爸，柯南，柯南不是，我是爸爸吗？不是，看你啦，你看他怎么这样？这个很可爱，我现在随身携带。烦你什么？你有带范范去给伟忠哥报告过吗？说这是我女朋友什么之类的？哦有，就是很确定的跟他在一起交往多久？哦，一下蛮快的就认定，因为有时候伟忠哥这是我女友，对，然后就去跟伟忠哥报告说这是我女友，伟忠哥说什么？去他们家吃饭，很棒，对对，就特别他，还有跟小慧姐啊，然后还有他两个女儿这样子。然后伟忠哥评语是什么？很优，你这很优，然后说学历好，然后说你不要辜负人家，嗯，类似这种。他很正面看待。对啊，然后这次证婚人也邀请他这样子。所以请问，范玮琪跟你抱怨的时候，你是真的认真的在？就是劝和不劝离那种吗？还是因为都在我这边，都是站范范这边。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只要你快乐，对，你分开也没关系。不会讲到那么重，因为他的抱怨都不是那么严重的事。他不是说我真的不爱他了，我什么什么，他都只是说你知不知道陈先生有多贱？他今天又什么逼我去吃羊肉炉什么什么的，诸如此类的非常小的事。所以我们只要跟着他一起抱怨就 OK 了。所以报纸从来没有任何事情是黑人的，是让你担心的新闻。嗯，完全没有，只有就是有时候会很希望，就是力宏跟洪恩不要常来我家。他们来会，因为王洪恩不是在你家赖着不走吗？对，他们打电动，然后就是我有时候就真的说，王洪恩，请你回你家。你们俩现在还可以浪漫的吃法国菜一对一这种？当然了，法国菜不行。为什么？他最讨厌就是他一定要吃那种大块的大肉，那是饮食习惯。肉。他刚才还说要不要一起吃饭，我说去吃松露之家，就是那个法国很有名的。然后他一听他就皱眉头，因为以前我们去喝下午茶，就把陈建州叫来说黑人一起来喝下午茶，然后大家在那边聊天，然后吃那些小三明治，他坐下来这样，然后坐在那边他说走吧，我说走个屁啊，我说我们下午茶是要聊天，然后那个你说那一来都快被他清空了，就是我们在想东西呢。这个我同情你，这我不懂，运动员不习惯吃这种。他说我吃法国菜很做作，他就是要修过岛啊那种，知道吗？这是饮食习惯了，就单独绝对是 OK 的。可是两个人出去旅行应该还蛮浪漫的啊。我们两个人出去旅行，对啊，就是 Nike Town 啊，对啊， Nike Town 热狗、披萨跟 Spaghetti。所以你没有安排那种吗？就是从什么？洗澡刚刚放水，上面撒玫瑰花瓣什么这种，然后绝对不可能巴厘岛或什么这些吗？塞玫瑰花那沾到那很麻烦，很难吃。你还要再去撒蜜不好了，好不好？还可以这样捞来吃。那你们不会。黑人跟范范十年来从认识到订婚的过程，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幕，请锁定明天的《康熙来了》。